强劲嘅再生能力，型到爆炸嘅双爪，仲有令人心跳嘅一身肌肉。Hugh Jackman 饰演嘅狼人，不知不觉已经陪伴咗我哋十几年啦。I can. Still, 有前拍完佢最后一套狼人系列嘅电影，佢寻日居然决定剃走招牌胡须，同狼人道别。Goodbye. Goodbye.唉，你老婆开唔开心呢我哋就唔知啦，不过啲 fans 见到就一定好伤心咯。